砂锅羊肉的超级简单做法，好吃滋补，做法简单易学，配料少但是好吃，营养又健康，配料就这么多，简单省事吧。粉丝旺气照了，就是超市那种一小捆一小捆的龙口粉丝，水加入砂锅，放到灶台，点火，加入锅底，虾仁、大枣、洋葱、姜，加入冬笋，加入白菜，等砂锅里水煮沸，加入羊肉，等大约7到8分钟羊肉煮熟，加入食盐，然后加入粉丝再煮2分钟即可以出锅食用。